相信这首歌你能够听见，在每一次沉淀过后塑造的经典，痛苦和失败换来的那是经验，让我和梦想的距离更加近些。如果你知道四年前的我是什么样，那时候多么平凡，还没有认识说唱，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发誓会变更棒的，这一路看好我的人又怎么可能忘了。要相信没人能把你的梦给扼杀，自己忘了自己是谁才叫可怕，所以麦克风在左手臂上刻下，从那一刻起开始有了新的计划，偶尔会泄气，是你们给我的信心，让我不放弃，积压内心的声音，一定会坚持下去的，那是必须，要为您霸气，您争口气必须第一。重重